王金平神秘记者会，只为了公开一件事。哎呦，已经这么多人了！哎，听说院长有大事宣布啊！我哪知啦，太神经要求个型哎，你都几斤哎啊？小满来了吧？我睡过头了。哎，该不会跟在椅子上坐好坐满的朱主席有关吧？来了来了，龚大伯，龚大伯，唔通白讲话，白讲伊今麦唔互人计讲得白安呢？为什么？难道龚大伯不公道了？你们有问题问我，你们都没有问题要问什么？哦，那我向大家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，就是王金平的 FB 呢开战。呵呵，院长找大家来讲这个啊，原来王金平真的跟粉丝专业台湾龚大伯切割了。疑似因为原粉丝页尺度太超过，他昨天特地大动作宣传最新官方粉丝页。晴天是为了民主，神秘是为了 surprise。这场记者会不到三分钟结束，光是拿牌子的时间就长达。30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董新闻。报道。